民众热情回应，盯着大太阳宣传云国党发起联署，捍卫我国南海领土。我们希望具体的行动以及具体的成果，能够让我们的蔡英文政府，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呢，能够了解到整个民意的这个方向。 之后，国际仲裁庭把我国太平岛降格为太平礁，藏视200海里经济海域。民管目标联署10万到20万份民意，要求总统蔡英文拿出态度捍卫国土。我们能够增加太平岛的防务，让海军能够驻防太平岛。如果蔡英文总统愿意去太平岛，愿意邀请朝野政党，我也愿意陪同一起。 我们去宣示我们的主权。南海仲裁出炉至今，蔡英文既不想跟北京靠拢，也要顾及美日态度。传出美方一直要求蔡政府低调，普方只表达不接受，登岛也只是未来，不排除从各在野政党到民间都比当家鹰派政府还焦急。院长，渔民说要自己登岛，你要不要什么时候要登岛？ 谢谢你哦，谢谢。柯昆林权招牌微笑回应，但怎么护渔护主权依旧没反应。护太平岛鹰犬的冷态度，让人民的心更冷。记者杨淑旭、陈玉文台北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